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7号，星期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其实原来分享过，原来的标题呢叫2020年疫情之后英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态分析。随着目前的形势逐渐明朗呢，我觉得这个话题有必要再跟大家再聊一聊，沟通一次。关于什么呢？关于2020年目前疫情结束以后，或者说是还没有结束，在尾期的时候，我们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基本的判断。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标题叫做什么呢？现在投资买房是被割韭菜还是捞底的好时机？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这个今天要分享的话题呢，主要包括以下八个内容。第一，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影响英国房价的主要因素。第二，英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失业率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数据。第三，英国政府目前以及将来会采取的对于经济刺激的一个政策。第四，英国居民本地的居民的房屋购买能力的一个分析和判断。第五，疫情后的利率变化的一个分析和影响。第六，英国的工资收入变化。第七，英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供应和需求的一个数据以及变化。第八，疫情后的房地产投资作为中国人应该是怎么去分析，怎么去判断。我们来一个一个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讲，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中国华人投资人来讲，驱动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都包括哪些内容？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呢，就是房价高与低由以下几个因素所影响。第一，你的供应；第二，你的通货膨胀；第三，你的偿还能力；第四，你的利率环境；第五，你的房屋需求；第七，工资增长的一个趋势。这个呢说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看起来这个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逻辑。什么逻辑呢？供需关系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关系。第二，这个平均本地人，要记住啊，要从本地人的思考去判断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变化，不能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判断。中国人的角度判断就是大部分中国人是存钱的，但是大部分英国人是不存钱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关键，影响房价的高和低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个人认为，从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就是也不是我个人观点的，其实大部分专业投资人的观点都是一样，就是从失业率、从 GDP、 从供需关系这几个大的数据和方向是能够看到一些端倪的。我们来简单看一下2016年开始英国的房价增速它的变化趋势。注意看一下啊，09年这个有金融危机，所以说有一个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但是很快一年恢复过来了，一年或一年半恢复过来，一直到现在2020年3月、2020年5月、7月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增长和调整的一个区域，调整的一个空间。从我们这个英国房价的每年的平均变化比来看，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房价上涨是最近3年的最高水平 3.7， 4月份急剧跌至 1.8， 增长的比例。而且从目前来看，我们目前到的8月份的数据虽然没有列出来，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如果你去同比，你会发现一定是增长的，但环比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3、4、5、6这几个月基本没有交易，7、8这几个月交易的都是3、4、5、6这几个月没有交易而产生的这么一个迸发量。所以说这个房价变化比是大家值得参考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我们值得注意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失业率。失业率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和关键的一个因素，能够非常明确的判断出什么呢？就是英国人是不是买得起房。还是那个观点啊，要换位思考，不要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从本地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如果你去看，你会发现整个目前的这个价格和 GDP 的增长比例，它是
非常关键的一年，在今年，而且从这个失业率的预算上来看，今年年底有可能到10%，而且从这些官方的统计数据、大数据上来看，在2023年之后，数据恢复率会到3.8%失业率，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而且目前大部分市场的这种推崇者认为房价持续往高走，怎么可能呢？往高走，你失业率到10%，这个房价一定是跌的，只不过是跌的时间的延缓度而已。从目前来看，我们知道整个的英国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很大的金钱去保障、去刺激这个金融市场，包括印花税，包括这个 mortgage holiday。 但是这些我个人的观点哈，只是昙花一现。你到了今年年底，到了明年3月份，你会发现没有了补助，没有了各种各样的优惠福利条件，整个英国本地人对于房产购买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他这个动力一下就掉下来。从国家数据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院，英国的啊，国家社会研究院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呢，是2020年会有 7% 的下行，2021年会有 7% 的上行。那你意味着你至少要准备一年的时间，这个房价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他不存钱呢、啊。你大部分这个中产阶级，所谓的中产阶级，从这个我的定义和这个普遍这个主流媒体的定义基本一致，但有一些小的细节的不同啊。按照 BBC 的要求， BBC 有一个统计数据说中产阶级定义是什么，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中产阶级定义是21000镑一个人的收入。但从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来讲，所谓的中产阶级，两夫妻、两个孩子、一条狗，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定义。意味着什么呢？年薪8万镑，这个 BBC 的定义是年薪3万镑到5万镑之间就已经是中产阶级了啊。但是从中国人定义来讲，我觉得8万镑到5万镑才是一个能够符合我们定义的一个中产阶级。但实际上中产阶级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受的影响是最大的。中国人还好一点，为什么呢？中国人存钱，老外不存钱。不存钱的代价是什么？疫情来了，如果一旦失业，他是没有这个抵抗能力或者这个抗压能力去还房贷的。如果他有房的话，你还不起房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房将被银行收走，或者说你自己主动去卖。这个大批量的这么几十万套的数据涌向市场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房价的下行。这个我们在后边我们会总结，就是目前买房是不是合适的时机，是也不是，这个我们要具体去分析、具体去判断。我们在文章的这个讲座的结尾会和大家来分析。我们来看一下，还是看增长率，因为增长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因为一旦失业，再重新找到新的工作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过程。大家注意看一下英国社科院的一个数据分析，表明你在2021年这个失业率会到 10.5% 甚至到 11% 呀、啊，这是太可怕的一个数据了。只不过是大部分市场上卖房的这个各位这个商业人士不谈这一点嘛，而且大部分目前市场上卖的都是楼花，卖楼花相对好一点，因为你的交房期是在2022年或者2021年底，这个时候会相对好一些。如果你现在去买现房，我个人认为哈，如果是投资，我认为是一个不明智的行为。如果是你刚需自住，你可以考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印花税免嘛，或者说印花税的这个福利很好，各种各样的这种福利很好，能够大幅的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说你是做投资买现房，我认为目前不是一个好时机。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第三点我们应该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英国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细节、政策的一些福祉。因为英国政府没有得选啊，他为了保障英国整个的 GDP， 为了保障刺激英国的这种民生经济，他必须要有政策出来。第一，雇员 80% 的工资补贴，这个能贴到10月份，据说10月份以后还会有 60% 的政策出来。
因为疫情目前没有完全结束，它为了保持这种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转，它必须要有这个补贴，没有补贴，这些中小企业唯一的决定就是裁员。裁员对于整个政府，对于整个 GDP 来讲，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行为。所以说，第一，政府给补助；第二，央行降息降到 0.1， 而且有说法传闻会降到负利率，这个不确定啊，但是负利率也是意味着央行要刺激消费，要刺激经济的发展。第三，英国银行本身同业增加了这个贷款的发放，但是说实话，从我们目前的判断来讲，这是只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好的一面，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来看，你要是不符合银行的基本要求，银行在贷款这个动作反而是更加的谨慎。第四，印花税门槛的一个福利政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呢，让很多刚需第一次首套房的购买者的判断是买房现在是好时机。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没有房，你买的是刚需房，是自住，你现在是租房，可以买，坚决的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5月28号 Mortgage Payment Holiday， 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务虚的一个政策了，它只是说给你一个 holiday， 它并不是说你不用还的，你还是要还的， OK， 这个呢我觉得有点像一个鸡肋的一个政策。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你一旦申请了这个房屋贷款的假期，会影响到你后期房屋的出租，后期房屋的这个buy to let 的一个贷款，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人没有注意去申请这个延期还款。要记住，它不是不用还，大哥，它是要延期，可以让你延期还。政策80%，这个是最有用的。为什么呢？大部分英国人现在坐家里不上班也能拿80%的工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政策，大部分英国人非常享受这个政策。但是一些有观点有判断的一些英国人其实非常清楚，这个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的，政府财政里的钱它是有限的，它不是说能够一直印钱。负担能力，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表格里面很清楚，横坐标表示房屋价格的收入比，纵坐标表示房价在未来十年内的升值幅度。越靠右边的房屋价格越高，带来的潜在回报越低。以历史数据相比呢，现在的房价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时期，因为你的投资回报比，你的投资和收入出租回报比是不是那么好嘛。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英国的房价收入比呢，代表了住房平均价格与家庭年平均收入的这比值，这是英国建筑协会的一个专业数据啊，它主要是用来衡量消费者对于房产的实际购买力。发达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通常在 1.8 到 5.5 之间，比值越大说明居民家庭对于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前英国已经偏离了近30年来的平均价值，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现在要做房产的投资其实是需要谨慎的。负担的能力，对于伦敦的首次购房者来讲，他们的负担要比在英国北部和其他地区购房者要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伦敦我们认为还是有泡沫的嘛，北部相对便宜，你在约克你可能20万英镑可以买一个 house，在伦敦你20万英镑你什么都买不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追求租售比，你应该在外地买，如果你要追求房产本身的增值，可以考虑在伦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负担的能力，这个 L2V Loan to Value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根据央行2020年5月20号发布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贷款价值比。对于红色部分来讲，当房屋价值高于10万英镑的时候，贷款者可以获得9万英镑的贷款，换句话说，它的 loan to value 可以到 90%。 但是从3月份开始，由于疫情的这个爆发，这个银行其实实际上对于贷款是收紧的，虽然央行的政策说要加大贷款，利息降低，但是银行它是商业机构，它追求的是商业利润和风险控制，所以说 loan to value 是下降的，你可用的杠杆是降低的。这个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从数据上显示，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完成贷款的支付，这是一个大数据，跑不了的。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人还不上房屋贷款就被收房。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点，我们值得这个大家需要关注的是利率变化。但利率变化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务虚的这么一个话题，是利率是变化了，是降低了，但是大家不敢买啊，或者说银行不敢放钱，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对市场没有信心嘛，或者说银行对于市场没有信心。第六个，我们来看一下工资和通胀，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话题，对于购房者来讲，特别是对于英国本地人购房来讲。红色这个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红色的一个线段呢，表示了真实的工资总支付变化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以后逐渐增长，但是在今年3月份以后显示了明显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供应和需求这一点呢就更加有意思了，我们可以看到从1923年到2018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是 local authority， 什么呢？是政府机关来盖房，但是到了数据变化，看了没有？到了这个时间1988、1989、1993年，大家会发现政府已经逐步退出了建房这个事情了，基本上都是私人部门，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几大开发商，伯克利、邦瑞、蒙塔安维、伦敦 Square 这种大的开发商已经完全介入了英国本地市场的这个供应。目前来看，这个第一，私人企业并没有完全统治市场，除了私人企业以外还有住房协会。第二，整个英国八家开发商垄断了整个的房屋市场的供应。第三，英国住房政策结构其实过去这么将近100年其实并没有更新嘛，并没有创新。第四，当地政府对于房产、对于房屋的供应，其实它的预算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已经逐步退出了这个房屋市场。从这个工资和通货的关系上来看，有几个重点需要大家关注的。第一，现在人越活越长。第二，大家的收入除了通胀以外呢，收入是这个数字上是增加的。第三，这个更越来越多的移民，包括欧洲其他地方的移民，包括来自于中国地区啊、亚洲地区啊，还有这个中东地区的移民是越来越多的。而且从目前的金融市场上来讲，这种金融产品越来越多，获得贷款是相对更加容易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基本分析和基本的一个总结哈，就是如果影响房价上涨的几个因素，第一，低利率；第二，需求多；第三，政策支持；第四，工资上涨。房价下降的几个因素呢，第一，经济下行；第二，通货膨胀；第三，偿还能力降低；第四，失业率增高。这个是几个房价下降的因素。那从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来看，其实有一个可以说你看这一页就可以了啊。我们个人的建议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仅供大家参考。就是如果你是以首套自住，或者说你已经有一套房，但是由于孩子上学或者说改善住宿条件，这种情况下现在买房到3月31号之前，我们认为都是坚决的应该去买的，因为政府的免印花税各种政策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省钱或者赚钱的，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如果你是投资目的，我们强烈建议慎重考虑，至少接下来1年到2年的经济衰退区，你们需要考虑到的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有可能带来的一个收益的一个下行。那如果说你是现在要买楼花，2年以后或者1年半以后交房，我认为仍然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注意位置 location 位置一定要好，而且要考虑好租后的管理。如果你指望自己来管，说实话我认为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投资的目的目前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什么？第一，现金为王，现金是具有真正谈判筹码的最大武器，你手里有现金，你的谈判筹码必然要大。第二，眼光要准，你一定要找到那种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地产项目或者地产的这种标的物。第三，方法要对，你不要盲目出击，看着一个房就买，看着一个房就买，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我们会瞄准目前在网络上的或者说在实地出现的这种房产拍卖会，比如说英国那些中产阶级交不上房了被拍了，我们去拍它，去找一些旧房烂房拍过来改建提供增值，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对的。第四，
你要团队要稳，你要有自己的团队，你要有专业的分析师、建筑师、评估师来判断你的投资的这个方法标的物是否符合你的投资策略，你要有专业的团队来帮助你分析判断以及执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注意啊，这里讲的现金不是说纸钞啊，你不要说我拿的这个几皮箱现金纸钞，不是的，这里的现金是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这种现金资产，比如说你银行里的钱，这个是可以的，你要说拿几个皮箱的现金去这个纸钞去买房，英国是不太可能的。 OK， 好，接下来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平台安信投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房产的投资在过去20年当中，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英国也好，都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它最大的好处是，第一，它的安全性，第二，它的可复制性，第三，它的可爆发性。特别是我们知道英国的房产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第一，保值，第二，它的这个本身的增值也是非常强的。为了满足大家关于英国房产的问题，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节目，一个为期12集的专门针对英国房产的一个专项的介绍。在12集的课程当中呢，会分为3个阶段，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到高级班。初级班呢，是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个基本的在英国房产投资的一些基本内容，包括英国的房产类型，包括英国的基本的一些贷款的一些流程，买房子的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中级班呢，包括如何应用英国银行的杠杆，包括如何应用英国的贷款，是 buy to let， 用专项的出租贷款还是用专项的这种住宅贷款，一些专家的一些分享。高级班呢，我们会涉及到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在英国如何通过改建旧房屋来获利来投资，以及更深一个阶段的，就是如何买一块小地自己来通过改建或者通过这种加建新的房产，来在小的这个地皮上做一些基本的房地产开发，然后进行销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实战的流程的分享。这个课程呢，不是我一个人来讲，会有大概8位在英国至少平均15年以上的这些专家们来和大家一一的分享，包括贷款，包括多房屋分租，包括这个买旧房改建装修出租销售，包括小型地产的开发的一些实战的经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而且我相信这个课程大家看完以后呢，会对于大家如何在英国投资房产以及如何安全地控制好自己的投资的风险是非常有帮助的。